吃的啊。要哭吗？还好，看起来。你觉得我们弹木吉他这样表演感觉怎么样？帅啊！我也觉得。那就拿木吉他就好了。不是啊，我是觉得我刚这个配器，我刚刚觉得我哎，好像很像那种 Mr. Children 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应该现在换歌路，应该可能来得及。像胡志明那种有没有？那很多女生喜欢的。哦，那是重点。花草把妹乐。林哲甫啊，我们的技师啊，陈勇，嗨，是三平。然后从以前那个我们退伍的时候，他刚进来帮我们弄东西，然后常这个弄错那个弄错，现在已经可以这个弄对那个弄对，然后我们弄错他也都知道，可是他要去当兵。但我最近很喜欢找他麻烦，因为他谈恋爱啊。没关系，他气色超好，好到一个爆炸。你看他变积极了，主动打电话，稍微需要六千米啊，不然我们没有没有。这样别怕雷动啊，别怕死。哎，李成立那边换选额。这边额哎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他气色很好，我们也想尽办法帮他补一下。我们请来了这个大家梦中情人，那个大家梦中情人，来跟大家短暂的十分钟恋爱一下。让我们欢迎阿妈的梦中情人。Thank you.
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演唱会。怎么办？我刚刚是唱错词哎。没关系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。